在身边，你别彷徨，对爷爷充满希望。不怕风雨，我一定会勇敢坚强。不怕寂寞，我是你的白天伴。时钟滴答滴答转个不停，一起快乐成长。时钟滴答滴答转个不停，金鱼面包喽，金鱼面包，可以改变性格的面包，金鱼面包，好吃的金鱼面包哦，金鱼面包，卖魔法金鱼面包喽，金鱼面包。哎呀呀呀，真的是好累啊，这到底在哪儿啊？哦，找到了。快起来，我有话要说，你这个大懒虫。啊，是好消息哦，你弟弟洋洋今天晚上要过来玩哦。喵。啊，你不知道那家伙多能惹事，只要他在的地方肯定乱套。是吗？嘿嘿，这下可好玩了，小玉也有害怕的时候啊。什么？啊，好玩呢、哦，好玩呢、啊！我走啦，好开心，有戏看喽！洋洋要来啦，名字也很可爱，叫洋洋。讨厌的家伙，到底该怎么办呢？卖魔法金鱼面包喽，金鱼面包，可以改变性格的面包，改变性格的面包，金鱼面包。哎呀，差不多该来了吧？是真的吗？哎呀！那个是真的吗？真的可以改变性格吗？那打个招呼再出现嘛，真的是吓死我了。你说这个是吗？是的，爱闯祸的性格也可以改变吗？这是当然喽，只要吃了这个面包，做出来的动作就会跟原来的完全相反。比方说性子急的孩子，只要吃了这个面包就会变得非常的慢，旁边的人看了都要急死。记忆不好的孩子，只要吃上一口这个面包，连在妈妈肚子里做过些什么都会记得呢。不会游泳的孩子没关系，吃了这个下水后就不会上不来。哇，是真的吗？如果不信你就先尝尝试试。不要了，给我一个吧。真的？那这些都给你了。哇，这么多都给我啊。你是今天第一个客人，所以免费，多吃点吧。那就谢谢您啦。马上就会有好戏上演了。耶、啊，天黑了，天黑了，野猫子快起来了，快点起来啦。喂，还不快把那个放下，趁我没发火的时候快点放下，你听见没有？快放下，快放下。真是的，猪，我说过了不行，吃了这个会出事的，快点放下来。不是说了不行吗？真是的，快给我出去，今天晚上不准踏进我房间半步，知道了吗？哦，吃什么呢？说谎，嘴巴里明明有东西。耶，怎么真的没有？奶奶说过，如果嘴里没有东西总是乱嚼是不好的习惯。抓到了。
这次我看到了，快点交出来。真的不交出来吗？啊，那是什么？真好吃，这么好吃的东西竟然一个人吃，大家分着吃才最好呢，笨蛋。改变性格的金鱼面包喽，金鱼面包，好吃的金鱼面包，金鱼面包，就剩最后一个喽，金鱼面包。嘿，大叔，这个多少钱？蝙蝠，这东西是不卖给蝙蝠的。嘿嘿，我是司徒匪那里的人。司徒匪？好好吃啊，真的好好吃啊！这么好吃的是从哪里来的？哎，是奶奶做给我们吃的。是什么呢？啊，是金鱼面包。是什么？说大声一点好吗？是金鱼面包，不是奶奶你做给我们吃的吗？给你。真好吃啊，再给一个好吗？睡着了，司徒匪，司徒匪睡着了吗？睡着了，那就继续睡吧，我可要吃好吃的东西了。白福，喂，我不是说过连一颗豆也要大家分着吃的吗？这个没收了。那个不是我想要一个人吃的。不要辩解，这个就由我来吃了。不行啊，会出事的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是头，您天天说我笨，所以我才要想吃这个的。听说吃了这个就会变得很聪明，具体的说呢，就是聪明的人会变得很笨，勤劳的人会变得很懒惰，善良的人呢就会变得像头这么坏。是真的吗？干得好，要的就是这个。是什么？现在马上去把面包买回来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制造一些有趣的东西了。这该死的苍蝇，吵的人怎么都睡不着。谁呢？奶奶这么晚有什么事吗？对不起啊，我是来抓苍蝇的。苍蝇？哪里有苍蝇啊？有的，奶奶本来在睡觉，但那苍蝇一直在刷牙，吵得我实在睡不着。什么？奶奶，你听力明明不是很好啊。现在很清楚。奶奶，十个半夜的你怎么那么大动静啊？本来是想安静的睡觉，但那苍蝇实在是太吵人了。
您知道吗？世界保健组织，也就是 WHO 的报告上很清楚地记载着，睡眠对于像我们这样正在发育的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真不好意思，是什么奇怪的声音啊？哦，对了，是没消化好的声音，我去拿药给你吃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给我们做吧，我说过没有了。不要这么吝啬，我们只要一袋就好。就是啊，就给我们做点吧。真是很抱歉，今天已经结束了，真的没有了。好吧，那么这个总可以了吧？所有的猫都很想得到的东西，只要有了这个，猫魔法师就会有无穷的力量，即使是最好吃的海鲜也不肯换的，就是这个黄金鱼。黄金鱼，是不是想通了？不行，我不卖，明天也不会卖，绝对不会卖的。真是的，为什么还是不行呢？明明其他的猫你都卖的。再多加点吧，那我就教你制作魔法金鱼面包的方法。嘿嘿嘿，我就知道是这样。这些够了吧？这些当然可以了，给，拿去。这样我们就两清了，是吗？这也是我想说的，那么我先走一步了。嘿嘿嘿嘿，司徒匪，你也该吃点苦头了。奇怪了，怎么感觉少了点儿啊？真是，这家伙怎么还不来？来了！出事了，快过来看看！奶奶还有哈哈都变得好奇怪啊。这下好了，北周师就是我的了。头儿，现在就是师吧。在实施之前，先要试一下他的威力。你吃吃看吧。我吗？我现在肚子很不舒服。你刚刚不是说很想吃的吗？快点吃吃看。怎么样？没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？很好吃啊。什么？哎呀，我问的不是这个。厨艺十五。头儿，你教我们吗？以前我对你们不够好，这个就多吃点儿。以前是我对不住你们，那么辛苦也没给你们买什么好吃的。快快吃吧，想吃多少就吃多少，多吃点儿啊。是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要比你吃的多。我就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了，真好吃，真的好好吃。你们没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？我也很好吃啊。对啊，是我吃到过金鱼面包中最最最最好吃的。对，没错，最最最最好吃的。真是的，你怎么又吃了？很好吃啊，你要不要尝一尝呢？真的那么好吃吗？好吧，你怎么样？好吃吧？好吃，太好吃了！等一下，不准吃，这些都是我的，不准吃了，不准吃了。我不吃，不要再追了！我说过我不要吃了。哎呦，什么话呀？吃了就不会肚子疼了。莫名其妙的叫醒睡着的人吃什么药啊？我不要，我不要吃药啊！别跑啊！不要！看到了吧，变成那样了。是魔法金鱼面包。魔法金鱼面包？没错，只要吃了那个，谁都会变的。是吗？那东西是从哪儿来的呀？哎呀，乖乖听话呀！喂喂，快点给我起来，在我没有发火之前快给我起来。怎么真不听话？哦，你怎么还敢还手？这
镇定下来，我可什么都没做呀。我不吃了。喂，你们是怎么了？不要打好吗？别打。不要劝了，这家伙对主人都敢出手，真是该给他点教训了。你，我有没有说过叫你不要碰面包啊？很好，今天一定要好好教训你一顿。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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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好好吃啊，但是好像吃的太多了。嗯，莱福，你不是最讨厌太阳的吗？你说我吗？什么时候？初一十五。刚刚是不是叫我了，大哥？是啊，大清早叫我们到底有什么事啊？难道是这个金鱼面包？喂，叫了人不应该说点什么吗？你这小家伙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怎么，我小碍到你什么地方了吗？很好，你在那里给我等着。给你们这个，用这些去做些好事吧。头，那我呢？你当然也要给了，你是这里最辛苦的，所以剩下的都给你。啊，您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从现在起，我不再做坏事了，我要做个善良的人。我说的都是真心话。为什么会好？因为消化了，所以魔法也消失了。您是谁？我不认识了吗？卖金鱼面包的。金鱼面包？没错，就是这位大叔。是的，卖魔法金鱼面包的人。要不要再来一个啊？什么？洋洋又没来，都怪大叔害我们家乱成这样。乱？
那我就成功了，这些都是洋洋叫我送来的，那我就先走喽，买魔法金鱼面包喽，金鱼面包，改变性格的金鱼面包。洋洋，洋洋是谁呀？不用知道那个人。啊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都没了？哎呀，我的黄金鱼，谁把我的黄金鱼偷走了？刚刚不是头你说要做好事，我们都拿出去分了呀？什么？做好事？给我找回来！全部给我找回来！有时候金鱼面包还是会起到好作用的。